传说对决也在打世界赛啊，所以有人讲也在打世界赛。安格列被虐杀了，直接支援掉一波中兵。对呀，像我今天就补回来了。他们往下走，他们往蓝区走，他们要回去守蓝。四支哦。来了来了，挨一下挨一下。关系周而复始，好用。没东西啦，那不用出去的、啊。不是、啊，这个人怎么在这里啊？因为他下路塔没了。哎呦，回轮哦，想刮你哦，露头了哦。他空二了，还有几种？旁边，左边菲尼克，安区，这边这边这边，挑他，哦，挑太远了，没有他太远了，吃他小的，吃他小的，不拿了，干，妈的距离不够，浪费一个闪现，还想守啊？你快跑，被躲到。我挡，哇！回人出来，周而复始哦。来啊！哇！又掉一波中兵。飞尼克想干嘛？好凶，好凶！出那么2900。哎、欸，你要确定哎、欸，不要烂好吗？尤纳克罗斯，小朋友才跟你打架，我只要钱。呀！妈的，飞利送头！嘿嘿嘿，他开始闪你灯了！哎，两个灯呢？有双排哦！他跟谁双排啊？我在。这个菲尼克机体太强，左边有奎伦，我一定要先圣剑啊！我没圣剑不用玩了、啊，咬不到他、啊。还有安格列要照顾，我前期又要照顾安格列。我看安格列这样被会下去哦，那这要送了、啊。靠背，空一招你娘嘞！哇！把目标跑来跑去，靠北！哈，你看那个目标跑来跑去，干饭他们早就死了。没有，我那个菲尼克叠飞人印记，我想说硬打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死的？飞人印记没叠满，现在没伤害啊，只会晕一下。要叠满啊！要叠满啊！叠满会直接爆哎、欸！对啊对啊，我刚晕啊。他们怎么吃完这条凯撒逆风啊？反正他们家人死光了、啊。吃完开始逆风。
是在吵啥小啊？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走走走，放针放针，不要不要害死了，不要不要害死，你会被呛。可以投降了，可以投降了。哦，我打完了，我打完了。嘴炮完了吗？笑了，道歉了吗？哈哈哈哈！和你妈、啊，不报不道歉，你他妈这一场别想赢了。亏人亏人亏人，先吃肉吧。哇、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在做事啊。很难稳吃哦，人都过来了。啊！是啊啊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想吃龙，被他宰了。哎、欸，好了好，你可以撤了，你可以撤了，你可以撤了，有奎伦，你可以撤了，撤到底，撤到底，不要走那边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他应该在找我，奎伦应该在找我。不要了，你不要打了，你不要再打了，你不要再打了，你回来啊！有没有没有，奎伦来了，奎伦来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时候一定会有战役魔人说。那个萨尼跟那个亥亚是无辜的，我才不管呢、欸！末世他妈的，没看过乡民的正义哦、喔！你他妈的，另外的两个在嘴那个嘴人的时候，你操你妈！两个人不讲话，你不要跟我说他们两个没错，我们这样子会害死他。他不讲话啊，他是讲话的话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好啊，我就帮他打。搞错大哥了，这两个两下就死了。啊，这两个人都没有说话，这样是不对的、啊。都没有说话，你要是说这样子，我们不太对，会害的害另外两个无辜的人。无辜？他、啊、哪里无辜？一点都不无辜啊！你们一定是没有看过那个文章啊！末世不管才是最大的坏啊！还要嘴吗？没被教训过是不是？他妈的，你再继续嘴啊！看你他妈整场继续嘴啊！我要杀一个不会玩的安格烈，自以为自己很屌是不是？虚数跟屎一样，就会呛中路了是不是？我去下路照顾他几次啊？两三次吧。不会呛、欸，照顾完三波他就二一二了。哎、欸，很倔。哎、欸，不道歉没关系。哎、欸，很倔。哎、欸，没勾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急走出去。哎哎，速游。闪了乌鸦灯，闪了乌鸦灯。开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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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闪啊！快点开闪！来啊，你们平常最爱这样子的是不是？来，我教你们，好不好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。下课。疗愈吧，疗愈吧，对不对？那平常这种人就是需要我们来去教训他们。啊，下去啦！我这场已经赢了，我已经达到我要打的东西了。我就是打经济流，刚刚那一波我们应该是赢的，应该是没问题。那是一波 end game。是啦 ，lucky 啦，那妈的，妈后半场都在挂机，输出还比你高。言语怒骂、啊，啊！恶意过，恶意送头，他、啊、妈的，嘴巴很 chill， Rocky， 看我们改个名字有没有？惩罚大队队长，还有其他的吗？有没有其他创意？排位调整师啊，排位调整师，排位吃嘴家，不是排位吃嘴家，不是这个，你是要惩罚人家的呢？屁孩，妈的还想吃嘴？复仇屁孩队长吗？送你下去探亲。复仇屁孩队长，歪牙送惩罚，惩罚班长，哎、欸，惩罚班长不错哎、欸。改革神教海苔是不是？惩罚班长，改革系列组的，
欸，这样我们可以创那个惩罚大队队长跟惩罚大队副队长，然后惩罚大队班长，惩罚大队小兵长，惩罚大队连长，惩罚大队队长，还会礼仪师，礼仪师是怎样啊？